准备这个是干什么的，陈队？哇，你还有做分析？对啊，你看。那楚生哥最想选谁？我不能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了，你要先选了怎么办？我不会。真的吗？嗯。美依礼呀。好，那我第一个就选美依礼呀。你看，美礼啊，有他在队，这个队就很国际化。该你选了。那我就选于文文呐、啊，对不对？吉他还弹得好，又会创作。对，那么我也得来一个才女了。有一个人自己写的歌，西林娜依高。哦，那我就选冠哥，岁月沉淀的声音适合天赐这个舞台。陈立农，打造的就是一个年轻态的品牌。你说谁老吗？冠哥跟贺野有可能哦，他们俩王冠组合，王冠必须要啊，即刻，坤哥，那我就来个小唐吧，那我就肯定碧晨呢、啊，碧晨你看跟坤哥两个嗓子，我觉得他们俩应该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但是我觉得我很想要于文文。于文文，对，我愿意跟你换。谁？你挑一个。我挑一个。对。真的吗？嗯。那我就挑高手啊。来吧。我还是第一直觉了，好不好？第一直觉。那我把于文文也换回来。好好好。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一组就是有一些差异化，我觉得是好的。嗯，对，就看哪一个先出现，哪一个放到第二、第三这样子。那很煎熬啊，排在后面，总有一队要煎熬。对，我觉得你们要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可能就把他们全打。嗯，不不不，其实你看建营团的年纪，他们对这首歌可能第一次。还有就是他们有时候可能会从歌词方面去感受。我觉得再来一次吧，再顺一下吧，就是有两贺野，对对，你以为是他唱的，对对对，我在想到坤哥唱的时候才升起来，你们两个人才在一个平行线上面的。上一次被哲哥给批下来吗？我做队长想做一些事情让我们队有好的成绩。fighting！ 嗨，小美好。你好，你好。我觉得小美就是动漫人物里面的，就是卡哇伊啊，然后又很燃，然后唱歌又很有爆发力。我想说，我们能不能有一首燃一点的歌？这样子，在中国，有名的，动漫歌，有名的漫歌，有名的漫歌，嗯哼，你知道，奇迹再现。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你听过红莲华吗？哦。どうしたって消せない夢も終われない今も誰かのために強くなれるならありがとう悲しみよ。はい。好听，好听。泡啊，动漫的歌，在中国，有名的，动漫歌，有名的漫歌，有名的漫歌，嗯哼，你知道，奇迹再现，听过，对对对对对对对，耶，对，但是你能唱中文吗？好，頑張ります，我会努力，因为这首歌它只有中文，哇，对。因为有很多人很喜欢奥特曼哦，对，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很爱看哦，他们都会唱，哇，对，他们都会唱这首歌。爸爸的，啊，一緒に見たんだ，一起看嘛。对，就我跟他们看，我才知道奥特曼有这么多。我原来以为奥特曼只有一个。一般呢？对对对，各种咔咔咔咔咔咔。但这首歌反正
我觉得是很多很多人的回忆，是不是？嗯，好，那太棒了，那希望我们这次合作愉快。OK OK， 耶耶。其实每一次奥特曼的出现，包括这首歌，大家都会想到一句话，就是你相信生活里有光吗？你在生活里是相信这件事情吗？我是相信的。我觉得相信这两个字很重要，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你相信它才会有可能出现你相信的那一幕。你相信自己能够写歌，那你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尝试啊，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的去积累。像我就是这样子，我第一次听到我的同学自己写的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像神一样的发光，对。然后我就在想，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也写一写歌。而第一次看到别人弹吉他的时候，也非常的吸引我。那我也想要去学吉他，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信念感其实是一个驱动力，就是在你可能你的那种内驱动不够的时候，这相信的力量是很大的。其实在我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就出现过很多次这种奇迹。例如说我能成为一个歌手，对小时候的我来讲，我觉得是可能我想都没想过的。而且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农场里面，也没有学过音乐啊，然后但是今天在做音乐，包括自己能够开演唱会，对我来讲它也是一个奇迹。后面的挺高的，他没有问题，主要是我的问题。我也写，像这种比较动漫热血的，我其实唱的不多，那个音域一直是在我的一个最高音的边界。其实我那个音，如果你要顶到一下没有问题，可是它是一直要撑住在那个位置，对于我来讲挺费劲的。可能现场就是正式的时候，可能会想要再延长两拍。OK， 没问题，没问题。我们可以后面的地方不一定锁死五拍，就是我看他，我跟着他。哎呀，这个编的太猛了，燃太燃了。回见，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紧迫着明天。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撑着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
身影穿梭轮回间、哎、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要悲伤，不要害怕，充满信心，期盼着明天。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坚持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成真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新的风暴已经出现，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我手渐渐不会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楚生，送给美丽啊！谢谢谢谢。楚生，你背后的这个衣服，你这个设计也太特别了吧！我感觉在看哥斯拉，汪汪汪汪汪！啊！我第一次来到电子的声音，嗯啊，我很紧张哦，但是特别开心。真的真的开心，真的看得出来，哇，好可爱，秋哥哥，谢谢秋哥哥，是特别的，特别的声音，特别的棒的声音，特别的棒的声音，特别帅，我喜欢，我喜欢，谢谢，你喜欢，一起合作，合作，哦，合作，合作，合作，一起唱，特别高兴，很高兴，谢谢，谢谢，谢谢，有点为难小美哦。很开心跟小美合作啊，就是她很活泼，跟她合作就很轻松，然后呢这首歌挺燃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俩，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小美的歌声演唱的音乐风格，然后呢我就觉得说这首歌，哎，因为平时我是不可能会唱这首歌的，我认识这首歌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他们看那个奥特曼天天唱这首歌，所以我学这首歌很快，我说哎这首歌好。其实内心里面也希望说孩子能够听到我唱这首歌。楚生今天很酷，因为以前楚生给我们带来的歌都是比较忧伤的，有故事感的，但今天你看一上台一亮相，他那个切分夸夸一下就特帅，表演这个秀的感觉我觉得是区别于以前的，这是我没有看过的。谢谢。小美今天也让我很吃惊，她的声音很结实，一出来非常稳呐、啊，就是他一上台一唱歌的话，给我感觉他很职业，就是无论是动作，无论是就是各个方面做的都很好，滴水不漏，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对，嗯，我说心里话，我没有看过他说这个什么奥特曼是吧？迪迦奥特曼，因为我已经过时了啊。我看的最后一个动画片应该是在一休 EQ 上。咯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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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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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休的时候是我看的最后一个动画片，然后我就进入成人世界了。我觉得这个女生她的中文唱的太准了，很少有人就是外国人唱中文歌曲能够唱的那么准，一定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而楚生他是一个特别定的人，他刚出道的时候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稳定，就像坤哥讲的。他其实是一个能文能武的，因为他是
能够做很多的伸展延展的动作啊，我觉得他们合作的特别好。谢谢君哥，谢谢。我之前听过梅里亚的现场，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震撼。那么小小一只，但是他一开口就是那个能量就是爆炸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唱这个歌特别特别合适。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建议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有请。我觉得我可能对楚生有一个刻板偏见，我觉得就是楚生平常相处下来就像个0.75倍速的人，就感觉他所有的一切都特别的稳。但是这次来到天赐这个舞台，他并不保守。从上一集的身骑白马到今天，整个这个编曲风格和演唱风格，他都做到了突破，这点我觉得特别好。谢谢。然后美伢也是确实给到我非常多的惊喜。我觉得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把这首歌唱成这个程度，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首先，我敬佩你的敬业的这种精神。另外，我想听听他的 vocal。心动风暴一击就陷，怎么能够停滞不前？穿越时空，竭尽全力，我会来到你身边，微笑面对危险，梦想真正不负遥远，鼓起勇气，坚定向前，奇迹一定会出现。听了这个无伴奏原声，让我更加的直观的了解到了小美老师的演唱实力。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他可能需要音响的低频啊去掩盖他声音当中的一些瑕疵，但是对于真正唱的好的歌手来说，这些低频其实也是会一定程度的掩盖他声音当中的细节。所以当这么清晰的声音出来的话，其实我反而听到的是小美老师声音中的那些线，那些光泽啊，包括他共鸣的一些曼妙之感，尤其是头腔共鸣这一块非常好。谢谢，谢谢。